我有一个好妈妈。熊猫妈妈在孕期会有哪些变化？比较变得跟之前不一样吧，因为有了。可能会变胖一些吧。我都没看到，很焦躁吧。易怒，有什么产前综合症什么的，会跟不怀孕的时候不一样吧？我不知道，没有经验。你觉得熊猫妈妈在孕期想吃些什么？甜的，酸的。水果类吧，菠萝饭，想吃肉，吃火锅，吃串串，冰棍胡萝卜呀，麻辣烫吧，串串，粥，不知道燕窝之类的吗？对，要吃好的，寿司，或者烧烤也行，还有其他什么，比如泰国的饭菜，越南的饭菜，或者菠萝什么的，椰果都行。先把自己喂饱了，喂好了，要准备生了还得喂奶呢，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件事情，是吧？熊猫妈妈会给宝宝准备些什么？哇，太多了，纸尿裤啊，然后奶粉啊，各种奶瓶啊，不同型号的奶嘴啊，然后还有那个磨牙棒啊，还有那个磨牙胶，还有那个鞋子呀、袜子呀，还有手绢啊，太多了，还有包括那些婴儿宝宝的衣服也是很多套。当然要买健康的奶粉啊，准备一个爱的亲吻给他，准备钱。你想对未来宝宝说些什么呢？想对他说，你是一个国宝。希望宝宝在肚子里面健康的成长，就希望你乖乖的，不要吵，不要闹，你好辛苦，健康快乐，然后坚强的活下去，希望他们开心每一天就好了，是做每个父母的心愿。屁博士课堂开讲啦！孕育新生命的过程异常艰辛，从一怀上宝宝开始，熊猫妈妈就知道她必须为了腹中的小生命储备更多的营养。在怀孕初期的春季，她们一般会大量采食营养丰富的竹笋，在夏季没有竹笋的时候，便会选择营养较为丰富的竹叶，在秋季也会优先选择某些秋季生长的竹笋。有时候怀孕反应是如此的强烈，大多数的熊猫妈妈在产前十多天食欲就会大大下降，甚至滴水不进，这种情况有时可达月余之久。在这期间，它们不仅茶饭不思，活动量也大大的减少，绝大多数时间就是静静的躺着，似乎要让自己腹中的新生命尽可能的远离尘世的喧嚣，专心的长大。熊猫的孕期十分奇特，同为熊猫妈妈的孕期也各不相同，最短的仅82天，最长的甚至达到了324天。更奇怪的是，新生宝宝的发育程度并不会因为孕期的长短而呈现相应的差别。在宝宝出生的前几天，熊猫妈妈显得特别的烦躁不安，它们不停地走动，不停发出声声呼唤，像是对生命的期盼。与此同时，它们会四处衔来竹叶、树枝和枯草，在干燥而避风的树洞或岩洞，为即将出生的宝宝营造一个温馨的家。在经过阵阵苦痛的挣扎，一个弱小的生命诞生了。在经过阵阵苦痛的挣扎，一个弱小的生命诞生了。那么熊猫幼崽会跟着谁一起长大呢？敬请关注下一期的熊猫百科全说。